李湘晒与女儿合照，王诗龄瘦身后越来越美，母女同框像姐妹花。11月15日晚，李湘在个人社交平台分享了一组和女儿王诗龄的温馨合照，秀幸福，老母亲还开心写道，天使灯亮了。目前王诗龄正在英国念书，而李湘则一直在国外陪伴女儿，她也时常公开女儿的近况，每一次看到李湘的分享，大家伙儿都会被母女俩美滋滋的小日子给羡慕到。早前李湘曾透露女儿健康减肥瘦了20斤，瘦身成功后的王诗龄像变了一个人，不仅身材变瘦了，整个人的气质也不一样了，颜值当然也是蹭蹭蹭往上涨。照片中，李湘应该没怎么用美颜滤镜，她的脸蛋儿看上去十分圆润，但状态却非常不错，脸上看不到什么皱纹，也没太多岁月痕迹，算是保养得非常好了。